欢迎来共度好消息时间，我们一起看好戏，也祝福你享受美好的人生。什么样的是好戏呢？一出好戏通常就是常常有很多的发展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以为会这样，哎，后来竟然不是，哎，哎，蛮有意思的哦。以为男主角一定不可能死，哎，他怎么后来死了呢？哎，以为女主角一定会活下去，结果后来怎么变了呢？最怕看的一出戏就是你看了第一集就知道后来会怎么样，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好戏。可是这些变数如果发生在人生当中，你还觉得它是好戏吗？看看这出戏。你们看我的作业，哎，怎么有一个紫色的啊？紫罗兰哦。对呀，不过这不会瞎了。但是啊，你们看我右边眼睛上这个疤，这可不得了喽。我看还好嘛，不是很严重啊。哎，你们不了解，在我5岁那年啊，我们到隔壁邻居家过中秋，晚会结束的时候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妹妹们就手牵着手，很优雅地走回家，只有我一个人拼命地往前冲。干嘛不好好走路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往前冲，结果撞到一辆13路的摩托车。看吧，当场我就血流满面，然后我的爸爸抱起我赶快送到医院去。我的爷爷对医生说，这个小女孩的脸上啊，绝对不可以留下任何的伤疤。小孙女我最了解了，5岁大要上幼稚园之前呢，就要在镜子前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肯出门，怎么可以在她脸上留疤呢？那医生说，好吧，就用云南白药了。果然很有效，不然你们看手术之后的疤这么丑。哎，哎呀，你这算什么？请看我下巴的疤。Oh, I'm so sorry. 那个时候，人家想要进军演艺圈，我觉得我的脸真的是完美无瑕，连一颗火星棒塞也没有。我真的是天生丽质，天之娇女，天天开心。在 monitor 面前，任何的角度，任何的 pose 都非常的完美。直到有一天，有一位摄影师对我说，小姐，你下巴那边有一个疤，你知不知道？很丑。哎，我这个疤碍到他什么事了吗？好像我这个疤会破坏他整个画面一样。而且他还说，小姐，你那个疤，你那个疤就好像咸蛋超人一样。我这样清纯美丽的少女，她居然比作咸蛋超人，还自以为很幽默，所以我就决定退出演艺圈。哎，小子，你脸上一个疤都没有，你可以进军演艺圈喽。你是可以啦。哎呦，干嘛？比来比去。连疤都拿出来比呀、啊？对啊，就是说嘛，古谚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更何况我们是女孩子家，把身体弄这里一个疤那里一个疤，多难看嘛。要不叫他们全集中在一起，请看我的左脚膝盖，他们全都在这啦。说起我这些疤们呐、啊，可是非比寻常，你们都知道，我从小就热爱艺术，向往着艺术生涯，因此我不断地提升自己，鞭策自己。果然上帝是公义的，在我高中毕业那年，顺利地进入一所台湾相当具知名度的艺术学校，登上了艺术的殿堂。那时我的心里真的好高兴，所有我对艺术的梦想就要一步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因此我不断在学校的课业上勤下功夫之外，我还跟着我的好朋友你快去洗芭蕾。哇哦，
那时候我们骑着小火车，从台北的这头到台北的那头，可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辛苦。一路上，我们谈论着对艺术的憧憬，我们说着，很快的，我们将会成为台湾剧场界最闪亮的巨星，而且是全方位。到那个时候，所有的镁光灯会洒在我们的身上，所有观众的目光会集中在我们的脸上，所有的掌声也会朝我们蜂拥而来。可是说时迟那时快，我的左脚膝盖就跌落在一滩碎石的地上，鲜血直涌，我痛得抬不起头来。就听到耳畔的呼叹的传来，我的脸受伤了，我的脸受伤了，我的脸受伤了。你同学的脸受伤了，他的脸伤第二天就好了，后来果然成为台湾舞蹈界一颗闪亮的星星，而我却再也没有上过芭蕾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上过芭蕾课。我第一次看这段短剧的时候，其实感觉很怪，因为前面都很好笑，怎么到最后带出这样一个结果来呢？好像很闷啊。从此以后，他的梦没有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够上芭蕾课，当然他也就上不了芭蕾的舞台了。只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我觉得好像戏很不搭调，不应该是这样嘛。但是后来我仔细想一想，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人生里面有很多事情就是不搭调的，可能一路走来很幸运、很兴奋、很幸运、很快乐，但突然一个变数让整个人都变了。前阵子有一则新闻给我很深的感触，有人到一个饭店的中庭去喝咖啡，结果另外一个人跳楼自杀，从上面跳下来把他扎的。你知道，我常常在想说，那个人跳下来掉到他身上之前的前一秒钟他在想什么。他也许正在享受一个很舒服的下午茶，他也许正很快乐，然后他也许跟他的朋友正在聊天，聊得很兴奋，他也许正在想说，待会儿聊完这趟天，吃完这一刻或者是下午茶，然后接下去我要去哪里逛街，我要去哪里买东西，我要去给我小孩，但突然就什么都不一样了，这样不是很不搭调的一件事吗？可是人生就是这样啊，人生本来就是充满了许多变数，突然就变，那个感觉真的很特别啊。我在念书的时候也曾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我大一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我还记得他教我们中国通史，他没有比我们大几岁，他大概也是从研究所毕业没有多少年，所以虽然是我们的老师，但是事实上年龄大概只差几岁。他对我们非常好，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参加辩论比赛，他很喜欢听辩论比赛，所以呢他就常常参加，就是坐在下面听，然后每一次我们在台上他就拍手拍得很大声，笑笑得很大声，很捧场的观众。哇，我们好喜欢他，常常下课了我们就到他办公室，到他研究室里面去跟他聊天。他是个非常受同学欢迎的一个老师。我还记得那一次好像是春假吧，春假之前他就告诉我们说，哎，他说来把我们这些常常到他办公室的一些同学找去，然后就跟我们讲说，春假之后我们去烤肉好不好？他告诉我说他们家里面会一种很特别的腌肉方法，我们就说好吧，老师，那你准备腌肉，我们来准备这些架子，因为腌肉比较贵啊。他是老师啊，请他准备。然后我们就分工作，你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定了很多的计划，然后什么时候出发，到哪里做什么，所有的计划都安排得好好的。然后他很兴奋回去过春假，然后我就想说春假回来我们就要去好好的玩他一阵子。然后春假回来，学校就通知我们说这位老师过世了。那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你知道吗？怎么会这样呢？不是都讲得好好的吗？不过是回去过三天的春假嘛。
春假回来不是我们都安排好了吗？他要准备肉，我要准备烤肉架，谁要准备炭，谁要什么几点出发，几点到哪里，坐什么车子，通通安排得好好的。可是他就突然离开了耶。生命当中真的有很多事情就是一个变数，而我常常觉得最大的变数就是生命本身，你很难掌控的。一个变数可能把你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一个变数可能把你人生的梦整个给毁了。生命当中本来就是充满着许许多多一些变数，你很难掌握。我说我们可以很认真地定人生的计划，但是定计划又怎么样？有太多的事情是你不能控制的。在人生这台戏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你也可以说我很有毅力，我定计划，我可以照计划一步一步做。但是人生这台戏还有别人啊，你可以照这个计划，你所写的剧本去演，别人不一定照你的方式演。何况更多的时候，其实最难掌控的还是我们自己啊。生命里面真的充满了变数。其实我看刚才那出戏，心里面有一点难过。虽然前面蛮好笑的，可到最后那个结论，我就在想，那个艺术学院的学生，那个曾经对上芭蕾舞台有很多期待、很多梦的这个学生，以后呢？就因为那一次摔了一跤，摔跤在人生中有什么了不起呢？谁不摔跤啊？可是他的那一跤，就让他人生的梦没有了呀。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叫约瑟，旧约时代的约瑟。这个人的一生当中也充满着变数。刚才我们讲，人生如果是一台戏，我们喜欢看戏剧，是这个戏充满着戏剧性。你知道，我是做编剧跟导演的人，我常常能够体会说，一出戏好不好看，就是看它有没有戏剧性。那戏剧性是什么呢？戏剧性就是出乎意料之外嘛。我常常在教编剧的时候，告诉他们说，写戏要写什么呢？要出乎意料之外，却要在情理之中，要合情合理，但是出乎意料。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好戏。但是如果这些常常出乎意料之外的变数发生在人生当中，而不是在舞台上，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看，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玩，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有意思。你说怎么会这样呢？就好像约瑟，约瑟的生命就是这样。他们家十二个兄弟，他出世的时候只有十一个，他是老幺，十一，第十一个。父亲特别宠爱他，当然我相信他有很多的好的条件。哥哥们常常去惹祸出事，他常常是不随波逐流的那一个，但是也因此就被讨厌。所以几个哥哥们合力起来就把他给卖掉了。我在想，那一天他穿着爸爸给他那件漂亮的衣服，在野外里面兴冲冲的去找哥哥，那个时候他也想什么呢？找到哥哥之后，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我一顿好吃的，不知道啊，他们会不会带我去玩，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因为后来哥哥们把他给卖了。好好的一件事啊，穿着爸爸给的最漂亮的衣服去找哥哥，很好的一件事，怎么就突然变了呢？他被卖到一个埃及人的家里面，在那个人的家里面，他认真的做工，结果因为他长得很俊秀，长得很漂亮，所以他的主人的太太看上他了，引诱他。他觉得不行，我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得罪，不但是得罪我的主人，也得罪上帝，所以我不可以。但是因为他拒绝了那个女主人对他的引诱，他反而被陷害了。好好的，我在这个人家里面做仆人，我认真的做，主人很喜欢我，然后也一直的信任我，把越来越多事情托付给我，做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又变了？被陷害，关到监牢里面去，又是一个变数。如果是戏很好看，如果是人生很难过。我好好的，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大概就是我招谁惹谁了，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事呢？但是在监狱里面，好吧，
好好的，我好好的做一个犯人，认真的做一个犯人，把我该做的事做好。这些典狱长也很恩待他。然后呢，有一天，他帮别人解梦，然后呢，哎，那个梦也实现了，哇，好棒哦！可是别人又忘记他了。你知道，在他的人生当中，一直出现变数，一直出现变数，一直出现变数。每一个生命的变数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他都可以做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就是算了，我自暴自弃了，我倒霉嘛，我人生就是这样了，管他的，还好好过什么日子的，随便的啦，跟大家一起混吧。但是他也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是我仍然相信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他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是有意义的，这些事情在我的人生当中会带来改变的。即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人生会碰到这些变数，但是我仍然相信我的主是活着的神。所以他每一次都不敢造次，以至于面对每一个生命当中的变数，他都做正确的决定，以至于最后有一句话我觉得真好，就是戏还没有完嘛，你不要太早抱怨嘛，不要太早骂说这是什么烂戏啊，什么倒霉事都发生在我身上，不要太早抱怨嘛，戏还没有完。最后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他的全家因为他在没有路的时候有路，在极危机的时候有转机，他带来了一个人的转机，一个家的转机，一族的转机。戏还没有完。其实我在想，电视机前也许有一些人在听今天这段分享的时候，你在想，我的人生就是这样，我曾经有一些很好的梦，我也曾经有一些很重要的计划，可是一个生命的变数把我的一切都打乱了，乱到像现在你可能没有梦了，乱到现在你可能自暴自弃了，你可能觉得说哪里有神，如果有上帝我怎么会遇到这么倒霉的事，如果有上帝他根本就不爱我，他怎么会让我碰到这样的事。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都互相效力，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你知道吗？如果不是神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而且亲爱的朋友，上帝安排这些事情在你的人生当中是有意义的。当约瑟后来做了埃及的宰相的时候，他回过头来看这一路所发生的事，每一次都是一个变数，每一次都是一个看起来很大的危机，但是因为他紧紧抓住上帝，在上帝的祝福里面走该走的路，每一个危机都变成转机，转机，转机。其实我在讲今天这段信息的，有时候在想，如果有一些人真的在那样子的困难里面，可能会觉得说，科姆斯你在说风凉话，因为你没有碰过这样的事。也许我真的没有碰过你所碰过的事，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我们自己所走过的那一段人生的路程。但是你相信吗？约瑟所走过的那段路也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那就是人生的危机可以变成转机。如果你相信我的救赎主仍然活着，他仍然付你人生的代价。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说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当中不会出问题，不会有各样的状况。但是即便最大的风暴临到你生命里的时候，耶稣仍然活着，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你也许觉得说失控了，怎么会变成这样，但是他从来不失控。在约瑟的生命里面，上帝从来不失控，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也从来不失控。试着回到上帝的面前说，主，
我现在很软弱，我现在心里面也有很多的很混乱，我现在可能里面有很多的埋怨。但是主，如果你是一位真神，帮助我，让我可以从心里面相信说，你仍然活着，你仍然在掌权。我为你祷告，在这首诗歌声中，我特别为你祷告。这是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在最低潮的时候，但愿这首诗歌带给你生命的盼望。撒网的人，漫长人生旅途中，忧愁常常围绕你，终日不忘又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爱你。漫长人生旅途中，忧愁常常围绕你，终日不忘又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永远爱你。常常觉得在人生当中，生命里面很多的变数本来就是我们很难掌控的，好像诗歌里面所说的，如果你不知道何去何从，因为你原有的计划全部都被打乱。今天这一集节目，主是特别为你做的，你知道吗？我真的感觉主知道你的情况，主知道你心里面有一个愤怒，因为你原本所安排的一步步计划好好的，因为一些变数全部打乱了。你里面可能有愤怒，有沮丧，你里面会觉得说，那到底现在该怎么办呢？你甚至会说，我早就放弃，我根本不想了。但是主知道，主看见你，虽然你已经躲他很久了，你根本不想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主看见你，主知道你的光景，主知道你生命里面的需要，他愿意伸手带你回到他生命的次序里面。圣经里面说，神就是次序，神就是次序。你已经失序了，回到神面前，你会重新找回人生的次序，而且你会经验一件事，真的万事都互相效力，那个万事不只是对的事、好的事、成功的事、顺利的事，也包括失败的事、错误的事，都在那个万事里面。万事在上帝的手中都成为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回转回来，回到他的面前，他带你重新进到生活的次序里面。一起祷告。主，我今天特别要为电视机前，我相信有许多人他的生活已经失序了，很愤怒，因为一些突发的事件把他的人生整个打乱了。他里面有愤怒，他里面有孤单，他的心里面有无助、无措，甚至有很多的绝望。但是主，我求你今天让他知道你仍然爱他，你爱他，你为他的人生仍然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他回到你的面前，
思绪会重新有秩序，他回到你面前，绝望会重新有盼望。主啊，在他来看已经什么都不可能了，但是我今天求你把约瑟的信心放在他的生命里面，让他知道他的救赎主仍然活着，仍然在掌权，万事仍然互相效力。主啊，求你向他的心说话，带他回到你的恩典里面。谢谢主，因为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继续向他说话，直到他回到你的恩典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真的，主知道，主知道你，主看到你，他伸手给你，你也伸手给他吧。上帝赐福保守你。漫长人生旅途中，忧愁常常围绕你，终日不忘又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永远。